聚集思想家与行动者。如果只有长期照顾，没有在宅医疗的健康的维持的话，事实上我们就照顾越来越多生病的人，这个不是我们真正想要做的。我们真正想要让的就是这些所有的人都可以健康，这个角色就是由在宅医疗去支撑它。我是林中奎。解头脑的渴，开领略之门，人文讲堂。